不好意思，品牌方，别过来砍我啊，品牌方。为什么有的人他不喜欢吃呢？是因为什么，兄弟？因为啊，你得品，你细品啊，你慢慢去品，你就能知道里面的香的奥妙，就它就越嚼越香。哎呦我的妈，你怎么恶心的你这？啊，你看，慢慢嚼。我一拳我就给你烧了。还这样？不好意思，品牌方，别过来砍我啊，品牌方。看那榴莲，忍住，忍住，你要。他这个味道，这精神。因为不好意思啊，我真的不是说这个难吃，这个确实甜，但是我真不喜欢吃榴莲，我也不喜欢吃榴莲，但是我讨厌榴莲这个味道啊。